阿爹，我记得有一位大师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少年人要有自己的江湖，所以这块令牌千洛不能拿。阿爹对不起。你不喜欢，阿爹还舍不得给呢，真是的。来，咱们不聊令牌的问题啊，咱们说说那个萧楚河。哎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阿爹，嗨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找一个值得认可的人去守护他吗？你觉得萧瑟你认可吗？嗯，认可和守护，感觉我和他还用不上这么重的词儿。你这丫头啊，就是嘴硬。好了，现在就去找萧瑟，把欠人家的恩情给人家补上。阿爹，和若依姑娘认识那么久，第一次说这么多话。如剑仙送你那本《晚来雪》，看得怎么样了？我觉得那本书不好看，我看几行字我就困了，没意思，不爱看那本书。那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那自然是豪侠闯江湖，英雄战沙场。就比如吧，那白羽剑仙一人一剑闯天启的故事，看多少遍都不会腻啊。白羽剑仙闯天启城的故事。萧瑟，怎么每次提到天启城你神色都怪怪的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乡是在天启吧？我没有家乡。你记错了。哪有人没有家乡的？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那你觉得什么是家乡？那还用说吗？家乡自然是不管你走了多远，走了多久，无论如何都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哎，好，注定要回去的地方。嗯，你说的对，我的家乡就是天启城，那是一个我终究要回去的地方。白王说他是奉皇命要带你回去的，不过看着他赖着不走的样子，你应该是拒绝他了。那三城主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拒绝呢？我不知道他提了什么条件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从他的口谕中应该有着让很多人都惊讶的条件。对，但也有让我不得不拒绝的理由。三城主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跟着一块儿回去？我理解你心中的坚持，不过我觉得如果此时你回到天启的话，会使很多问题都变得很简单，与你父皇，与过去的那件事情都有很多好处。没错，父皇已经做了很大的妥协，以他的性子能让步至此已是极限。听说白王给了你三天时间。怎么，三城主难不成也成为他的说客之一？我司空长风从来不会做任何人的说客。